Sono dei finalisti per 1600 scena. Time out to introduce finalists for the women's 1500 meter. 现场的灯光出现了变化，因为马上要介绍即将参加 A 组决赛的选手们。一上来就是本土作战的选手，来自加拿大的金波丁，在这一届的世锦赛上，他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去冲击最后的冠军。而现在镜头对准的是另一大夺冠热门，也是可能在舒尔廷错失比赛之后大家认为呼声最高的夺冠选手，来自韩国的崔敏静。同样他也是多届的世锦赛的冠军，现在有机会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冠军数再向前推进一下。来自匈牙利的贾斯帕蒂，下一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马斯西多，下一位又是一位来自加拿大本土的选手考特尼萨洛特。下一位又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徐辉敏，接下来又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沈希希，最后一位来自荷兰的选手瓦尔兹波尔。这一套女子1500米决赛的阵容还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。再次给到名单，首先来自加拿大本土的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有实力的，又是主场作战，在这里他们肯定会有很多的观众的加成。而除此之外，几位韩国选手，尤其是崔敏静以及沈希希，他们的表现应该是会让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，而且竞争肯定会非常的激烈。比赛开始，屏幕左下方给到目前的世界纪录的成绩。当然，1500米的比赛呢，世界纪录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情况，既要有出众的实力呢，也要看整个这一组在本场比赛的大家的发挥啊，战术安排是怎样的。毕竟1500米的比赛呢，赛制不太一样，情况不太一样。你不像500米这样的比赛，大家一上来卯足了全劲儿去滑，很多时候要看战术的安排。马斯西多在前面领了两圈，现在韩国选手沈希希到前面，紧接着马上看到金布丁以及瓦尔兹波尔完成超越，来到了前面。还剩下九圈，我们看到后面的两位韩国选手也是依次启动，连续的完成超越，现在分别来到了第一位跟第四位。徐辉民现在在第一位的位置，金伯丁、瓦尔兹波尔再一次超越，又回到了第一位。现在三名韩国选手依次排列在了三至五位。八人角逐的1500米决赛，队伍拉的还是非常长的。还有五圈的时候，两位韩国选手连续的加速，想做超越。
但是这段时间防得很凶啊，尤其前面金波丁位置守得非常非常稳，一直不给超越的机会。三名韩国选手现在都已经超上来了，分别在二三四位，依旧在加速，看看有没有超越的机会。崔敏静，这是他习惯的1500米的比赛节奏，在比赛的后程连续的加速，连续的超越，并且靠着自己绝对的速度优势，现在他真的又来到了第一位，并且把这个距离已经拉得非常大了。崔敏静单独领先着来到了最后一圈，他看不到任何的竞争对手，身后的其他人离他很远。金步丁在第二位其实也占据了非常稳固的位置，完赛。崔敏静、金步丁在第三位的位置上其实竞争的更为激烈，而崔敏静又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他。这种傲视群雄的后撑能力帮他又赢下了比赛的冠军。刚刚的女子1500米，场上应该没有太多的状况。最终的比赛结果呢？崔敏静排在了第一位的位置，拿下了1500米的冠军。金步丁在第二位，官方给到成绩应该是没有任何判罚。然后来自韩国的另外一位选手徐辉民排在了第三。